像这种情况其实你是可以原谅他的，就是他欠了你很多钱，如果你不原谅他，他就会跑路。为什么要原谅他？一次就会有第二次，就会有无数次。跟冒着被骂的风险去背叛你的人，一个连脸都不要都要跟别人在一起的人，说你要他干嘛呢？同理，你也不要去破坏别人的感情，因为那种会出轨跟你在一起的人，不好意思，一定会被